然后这个游戏《新世界狂欢》，游客进来吧。这是什么啊？诶，这是18的吗？看起来又不像啊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哦，站到了。哦，这站到是坐起来，看起来没有随便乱坐哦。而且，哎呀，这个风格，这个画风，我不是太能接受了。一个肌肉男，用出很娘的动作，让他动一条。这是女性向游戏是不是？进行启程，立绘倒是还不错啦，而且他战斗的时候，你有看敌人滑溜溜的往下滑，这是进行防御啊。现在教属性相克啦。每一位卡牌左上方有它的颜色，认颜色就行了。然后再来进行战斗。它是火属性，我们用水属性来打。水属性往上滑是大招吗？还是哦点下去就行了啦？直接秒杀欸。这整体。整体的表现还算是不错的哦，他技能释放啊，还有例会啊，美术啊，还有配音，都算 OK 的、哦。被我们跳过好了，继续进行战斗，属性相克在这里，就很简单的，认颜色就行了。然后防御是往下滑，攻击点卡牌，必杀技点卡牌下方会发光的圆圈圈。 OK， 可以开二倍速诶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史莱姆，它上方那边是绿色的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攻击它了，有相克到水系的克它，大概是这样。它刚好都有 提供克制给你打诶。返回地图，秘话啊，这边是送礼物的，回应期待。扶着腰，哎，这做起来很有品质的啊，还挺有意思的啊。好，整体的表现就这样啊，赛不错啦，女性向的游戏啊。喜欢的话就下载玩看看吧，大家拜拜。